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就强调过阿山亨德拉这对组合在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特点。作为印尼男双的代表，这对组合更像是继承了印尼黄金一代的风格，有着对中前半场近乎偏执的执着。从发接发开始，就和对手在中前半场进行周旋。亨德拉的网前更注重线路和节奏的控制，而阿山的网前则更为凶悍和快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针对阿山亨德拉在这一回合中的表现进行分析。这假动作真厉害，你看，哎呀，就韩国队他一看到印尼队的时候，他那个防守就跟平时变了。因为对方这个下压球确实，你看很低的位置，他不太，他什么样的高度都可以打，都是下压的。而且接发球阶段，阿山推扑中路来攻击两人站位的结合部，从而形成了第三拍封网的连贯。但李荣大反应很快，在被动情况下还是把球分到了斜线腰部。而随后亨德拉在下手位球的处理上再次显示出了他被动球不发力的特点。首先，柳岩信有明显向后回动保护左半区的意图，如果亨德拉发力就会造成球过往后往上走，所以在处理上亨德拉选择了不发力过渡到往前，不仅保持了球往下走，同时也让柳岩信必须移动去接球。尤其是第二拍顺势反手分到对角，直接导致柳岩信推扑高于网口。最后阿山下蹲回抽直线，李荣大下意识回出半场高球，而阿山再次发挥出了自己在进攻上的突出表现，头顶杀对角，落点更是瞄准了柳岩心几乎无法发力的肩部。下面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回合。这假动作真厉害，你看，哎呀，就韩国队他一看到印尼队的时候，他那个防守就跟平时变了。因为对方这个下压球确实，你看很低的位置，他不太，他什么样的高度都可以打，都是下压的。而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这个回合中柳岩心在网前的处理，两拍网前球都是发力的推扑，可能看似出球很凶，但亨德拉和阿山无需移动便能接球，反倒是亨德拉两拍巧妙的往前过渡，让柳岩心打得非常难受。在依靠速度和力量的男双赛场，这种看似太极式的打法让印尼组合在比赛中常常能够以柔克刚，保持对中前场的控制。在即将到来的里约奥运会，阿山亨德拉无疑成为了夺金的最大热门。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可能还不是来自于任何实力强大的对手，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状态。